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压轴登场，为自家立委参选人江启臣辅选站台。伊真正是一个外交人才，人大家欢乐，我去拼外交，即个去美国、去日本会通的。台湾勇敢在行向前行路，我上强的在做江启臣的国防外交，好吧，各飞行变变了。侯友宜不止力捧自家人，还反批对手赖清德用意识形态治国，大打两岸和平牌。卖点口是心非，意识形态治国，到山西的时阵变和平保台。啊，不你有摘掉嘛？台独党纲掠落来嘛？卖点啊讲嘛？用行动保卫台湾嘛？1996年台海危机、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江启臣就在金门。他在这个海龙挖兵，海龙挖兵就是我们说的挖人部队啊。那个时候呢，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。我相信海龙挖兵训练出来的上了战场就是一个武将。侯友宜、马英九、卢秀燕党内大咖一字排开为江启臣造势，台中第八选区再度上演蓝绿对决。2016年对手谢志忠只少数不到1500票，这回两人二度交手，对手实力不容小觑。蓝营大咖卖力辅选，寻求选民支持，力拼连任。进行黄俊林、世新台中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